美国版的本土技术，骑向旅程的最后一站，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，因到位以后，受到在场民众热烈的欢迎。环台骑车的梦想完成，这一路下来，嘛达成因来台湾上想要去的两个所在，就是日月潭甲阿里山。而且秘书跟大家一起把旗帜插到 Summer Lake. That's where we are. 谢谢。When I came to Taiwan last year, I came to Summer Lake and to Alishan Mountain. 他就是非常喜欢阿里山跟日月潭，那这次他组成这一团人来台湾，他就坚持说一定要去这两个景点参观，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景点进行台湾之美，不管是人文或者是自然风景，或者是湖边美景，他觉得都非常特别。我们的国际班每到一站都会有当地的长官忙啊协助别上徽章。日管处必须陈志贤替每一位队员挂上代表日月潭的徽章，嘛等于是向大家讲，因已经完成这摆来台湾的旅程。队长彼得斯塔表示，这摆来台湾，予伊印象上深的是台湾的美食，尤其是日月潭红茶。I love the food. 我爱这里的食物。那我是素食者，但是这边食物非常的棒。那我尤其特别爱日月潭刚才喝的红茶。这阵平均年龄72岁本土技师，这摆台湾环岛行程落来，因的体力并不是问题，唯一困扰的是无了解台湾的交通规则。I have been riding motorcycles. 因为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骑车了，所以他就是在体力方面，他不需要特别去训练就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但是因为他这一次第一次来台湾，所以他对那个交通规则可能比较不熟悉，所以他可能心力上面要花多一点。不管如何，因来台湾是很因的梦想，每一个心中拢是万分的欢喜。在场真侪游客除了向因表示恭喜以外，大家嘛对因伸出大富翁，学了因的精神甲意志。很棒，你很棒 ，You're great， 加油加油，谢谢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